終於收工啦，我去食嘢啊。蘇豪嗰邊好唔好啊？蘇豪，其實唱 K 我又冇問題，飲杯酒我都冇問題喎。你哋想啦，落花睇下夜唔夜啦。好啦，做咩啊？你花機之後仲有嘢做咩？唔係，不過你都知啦，我做咗陳舊證，仲要啊，啲街坊講咧，附近入場。喂，唔使驚，我快睇下佢啦，送你翻屋企又點啊？喂，子怡你就死啦，唔通下下都叫你去送咯喎？不過你睇落都有上下先咁樣，跑得兩下嘅。不如咁啦，帶你哋去一個地方，咁到時就可以學翻一技傍身啦。唔通附近有好介紹？講得俾你聽，就梗有呢個地方啦。附近有間拳館，等我帶你哋去觀摩一下啦。係咯。呢度无论是强身健体，定是想学翻一招半式都冇问题。当中包括巴西柔术、拳击、混合武术 MMA、以色列智慧术、Kickboxing、泰拳，仲有瑜伽添啊！甚至多元化的个人体能训练应有尽有，而且全部教练都是有专业资格，他哋的来头亦都有翻咁上下添啊！在中环这个节奏咁急速的地段，有个咁就脚舒适的环境去释放下自己，是时候松下啦，香港人。哇，这里真的很多东西学啊，还分晒一个个不同的区域给学员练习，真的很有系统啊。想起啲色狼就惊啦，真系想学翻一招本式嚟防下身啊。其实你哋就唔使咁心急嘅，我已经为你哋准备咗呢度嘅导师 Brian 嚟教你哋呢个以色列智慧术啦，就请 Brian。Hi Brian。你好。以色列智慧術是咩嚟㗎？聽都未聽過喎，係咪要嚟防狼嗰啲之類嘅？都可以咁講噶。其實以色列智慧術係一種唔受規則約束嘅武術，係主要用嚟應付喺實戰嘅當中嘅。咁我哋個技巧有超過七八種，最重要係可以係幫你喺短時間裡面解決一個危機。我哋而家請我哋嘅以色列智慧術師傅 Darren。Hello，Darren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Darren， 我想問咧，呢個以色列智慧術係咪有啲咩必殺技㗎？有，當然有啦。招式可以教我啊？系啦，譬如佢行埋嚟吓，佢诶咁样想摸你块面咁样，咁你可以咧伸起嘅手打横挡，系啦，冇错啦。然之后同期时伸直嘅右手，系啦，手掌吓，手掌系啦，打落个鼻度。OK， 咁我哋试一次咯吓。OK， 预备开始。哦。咁有冇第二招可以教我啊？当然有啦。咁如果佢行埋嚟啊，掹住你件衫唔放啊，咁点解决咧？咁样咁你。就一隻手嚇近嗰隻手掹佢上面向上掹，另外一隻手係啦，好似手刀咁樣係啦，剁落去手指度係啦，然之後一上一下係啦，咁就可以解決咗個問題啦。OK， 咁試多次咯嚇，預備開始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如果我側邊俾人掹頭髮，咁可以點樣？咁其實都好普遍嘅嚇，咁佢通常就喺後邊掹你啦，咁所以你調轉身啦 ，OK 嚇。咁然之後佢一掹你嘅時候，你就轉身擋咗係啦，佢有可能會失撞你啦。然之後咧你就擁係啦，跟住再踢。係啦，冇錯啦，非常之好 ，OK， 好，咁然之後再嚟個嚇 ，OK， 咁我哋就係喺後邊掹轉身擋擁踢，係非常之好，就係咁啦。喂 ，Bianca， 睇你試之後幾得咁喎？咁啦，而呢個智慧術咧有冇環境嘅限制喎？你可以喺公共交通工具啊，或者後樓梯，甚至後巷上面都用得著嘅喎。咁又唔單止佢嘅，其實只要年滿14歲啦，而且身體嘅體格又健康嘅話，就可以嚟學翻幾招旁身噶啦。欸，超人，小心啲喎！打沙包嘅時候，因為你啱啱打沙包嘅時候咧，個姿勢咧有啲錯喎。一來咧，你冇用到全身嘅力啦；二來你踢腳嘅時候咧，你用咗腳面。Okay， 我哋其實泰拳咧踢腳係用個頸骨最出名最硬嘅地方。我示範一次俾你睇啊。OK， 用曬成身轉去發力，
OK， 再試一次喎。OK， 嗱，你試一試喎，用曬全身嘅力，最後用頸骨踢。係咪咁啊，大力？係喎，勁好多喎，踢到我添喎，好犀利喎。OK， good。哇！你就係打個沙包，會唔會覺得好悶咧？悶㗎，淨係打啲死物。喂，師傅，好激感喎，咩嚟㗎？佢哋而家練緊呢個叫做綜合格鬥 MMA。我聽過下，好刺激，好打得㗎喎。係啊，試下。哇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講下，其實呢個咧，八角籠係啲咩嚟㗎？MMA 比賽咧就係喺八角籠裏面進行噶啦。咁 MMA 比賽嘅規則咧就係打到對方投降或者暈低 KO 先會終止嘅。咁有啲咩規則㗎？其實咧 MMA 咧係綜合咗好多唔同嘅武術，所以係點樣打都得，瞓喺度打又得，企喺度打又得，係冇乜限制。明白。咁好多 MMA 嘅選手咧，其實係以前都係奧運冠軍，唔同武術嘅奧運冠軍、世界冠軍啊。咁佢哋嘅出場費咧係過百萬每一場。咁如果對手撩我音點算咧？撩音就唔會啦，除咗撩音、打後腦呢啲矛招，點樣打都得。哦，即係批爭嗰啲都 OK 嘅。任何都得。哦，太刺激啦！即刻嚟啊！嚟啊，試下。好啊。阿羅 Sir， 我啱啱見你同另外一個師傅咧都打得好刺激喎。咁如果我初學者啦，我應該學啲咩先啊？咁其實初學者可以學啲 take down 先啦 ，OK？ 點樣摔低個對手？頭先我見到你學咗少少拳擊嘅嘢 ，OK？ 咁而家教下你點樣摔低個對手先。好啊 ，OK。咁啊，好簡單啦，只腳踏前 ，OK。我膝頭哥落地，跟住我會捉住你個關節位嘅 ，OK。咁我用我膊頭發力咯 ，OK。明白 ，OK。好，咁一輪到你試下咯 ，OK。咁跟住接住落嚟咧，就由我跟住翻跟住嘅頭先嘅動作咧，再繼續去示範俾你睇。好。咁首先咧，頭先我哋打緊個 double leg takedown 啦，落到去。捉咗你，將你掟咗落地。咁當你將對方摔咗落地之後咧，你就要盡快攞一個對你自己有利嘅位置。例如，譬如依個叫 Leon Belly 咧，將你控制住，令到你唔可以輕易就起得翻身。好啦，當你控制住咗對方之後咧，我就開始去 set up 一啲叫 submission， 去將你你鎖住，令到你投降啦。咁由依一度咧，我首先將你嘅手捉住，控制你嘅頭，然之後我將我個身轉去另一邊。當我過咗嚟依一邊咧，我繼續去控制住你嘅動作，等你唔會起得到身。然之後咧，我將你嘅手踭嘅關節咧，就向反方向咁樣嚟扭，貼住我嘅身嘅。咁咧，如果你覺得有痛嘅時候咧，你就拍一拍我， okay。 或者你嗌 tap 咁樣。好。就係咁樣啦。好。明唔明白？明白。可以試一試。好。學咗陣嘢，爽唔爽啊？我知爽啊！直頭我益良多，我做好多嘢啊！我而家好有衝動，想做第二個史泰龍啊！你唔係喺度發夢啦，過嚟同我練好啲體能先講嘢啦，行啦！要學好 MMA， 力量反應都好緊要噶，所以你就好好咁樣跟師傅操體能啦。仲要持之以恒，练大只系要讲恒心噶啦。举重举哑铃我就见唔少啦，喺度仲有啲器材系出面好少见噶。呢个 NS Group 主要系靠不停做引体上升，练手臂肌肉，控制膊头嚟提升灵敏度。嗱，咁你俾啲心机练啦，到你有进步嗰阵，到时先再谂下你有冇资格送我翻屋企啦，哈。頭先咧學咗幾啲以色列智慧術幾掂喎，第時啊有咩人想襲擊我都冇咁易啦。阿天啊，你真冇介紹錯喎！一場姊妹唔怕我玩你咩？嗱，我哋睇下幾時得閒咧，就約你上下啲 class 噶嘛。
你兩個真係要喐下啦！你哋塊塊肉啊，肚腩仔擠曬出嚟咁，啱啱淨係我玩啊！你哋閒閒企企咁唔得㗎！你有所不知啦，頭先你哋兩個學緊嘅時候，我已經留意咗好多唔同嘅課程，例如瑜伽啊、kickboxing 咁樣，完全冇問題。我哋呢啲靚女，你放心都得啦。講完未啫，又話食嘢嘅，就腳都唔使咁㗎，閒都肚餓，打邊爐啊！行啦，行啦。